您现在收看的是忙碌的商务人士生活频道。大的大木莲又进来了。哎，赶紧到了不？来，起来哇！这是清晨五时的南方澳渔港。这就是职人用笔纹仙法。这是大小青口龙簪，不同鲜硬的大中小石斑。看，这也是用钓的金马头。这是鲜甜干贝饭，自然糖花色。所有的都是这么新鲜，都会弹出来的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师兄，他是永美，他在清晨五点的战场，这是晚上八点的鹿港，这些都是南方澳渔港日复一日的走踏生活。今天永美的鱼世界有着伟大的黄舟。哦耶耶，大丰收。这个是大木莲，你前后呀，大木莲嘛。永美的诚意来跟大家分享重量级大卡。哦，哇，阿妹啊，这么大的慢波鱼，比我人大慢波鱼。我们先一点，欢迎大家来买耶！你可以卖便宜一点哦。这分量级大咖鱼，感谢老天爷给永美鲜鱼这么好的红干，这么大条的红干，哇，跟我一样大。永美，永美百娘的动力都是满满打拼的气力。听说现在是。鬼头刀最肥美的季节，鬼头刀的船回来咯。鬼头刀每年会有两次的剩余期，分别是在四至六月及九至十一月。捕捞鬼头刀的渔船主要来自台东新港、宜兰南方澳及屏东东港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剩余期肥美的鬼头刀，在流利的刀工下完美变身后的状态。累计五十块。按工序分解下的鬼头刀，将取下最后一面的鱼肥鳞。这边哇，滑掉了！这么大牌，这么大条肥鳞。对这鬼头刀鱼排心动了吗？那就找时间行动吧。那接下来渔港的迷人之处在于不知道何时会看到大咖鱼货。每年四到七月是黑尾鱼剩余期，南方澳渔港也是黑尾鱼主要产地之一，素有北苏澳南东港之称。喜爱黑尾鱼的朋友们也可亲访尝鲜哦。刚看完北苏澳，现在来看南安平。这集影片内容有丰富吧？四月二十七日，我凌晨来到了安平渔港，我们一起来看买吧。金马头。好，鲜鱼一下就被买光了。都晃到卖海鲤鱼这摊，不，这次都破十以上了。我阿美姐上次才买了7.7公斤的海鲤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哇，这边是搬，这边是，啊，这搬安那卖啊？卖了，一公斤六十哦。我看到灰小黑了。这火烧会安那卖？一公斤百二哦。有公斤百二的。哦，快给阿美姐看，很新鲜的，一堆重量级石斑，大石斑，
然后是红干，大小不一的不同石斑。今天这土托鱼重量都在5至10几公斤以上，依需求好选择。我之前买了8公斤多的，很赞。小仔，今天这箱红石捞我很想买，但鱼体太小，可惜。哦，好鲜的拉轮，双翼黑点，我点击啊，上方是恰比拉，蛮大只的。喂，所以你要买那个这套 Q 对不对？我觉得还蛮漂亮的啊。哦，反正它一公斤。300啊，对 ，OK， 好啊，这里是1公斤300，这个是不是人家也叫炮管？炮管是吗？有炮管吗？是吗？有两个炮管吗？嘿，挑买了这里共4.26公斤，1400。再继续买，他没接到。我现在看到这边也有长尾鸟啊，还有下章。所以你这下章怎么卖？老板，下章怎么卖？下章没有700，1公斤700。这些是养殖的石斑类。这里的小牛舌鱼是1公斤200，哦，这里比较大只了，这大只的怎么卖？啊，这大只那呗，1公斤300。香王养殖的佛跳跳金目鲈鱼，这里的是1斤170，对，1斤170，3斤500，3斤500啊，对，哎，对。所以这个活的是活的多少的？这我这样，200，1斤200的。它这个有3斤500吗？没有，没有哦。活的哦，我买了2斤，又来会看到赤章跟马头。请问这个是要整开买的？看2公斤3公斤这样子。哦，我发现买透抽要把头向下排水，头一下再称，记住哦。时间差不多了。来码头边看一下渔船陆续下什么鱼，就是一些石斑类。这只是松雕鱼，也叫打铁鲈。这堆就是黄石斑跟青口龙鲇。拍鱼缸中毒的后果就是欲走还留，台语。交给顾客。老板刚刚说这个鱼啊，嫩格格的，1公斤580。那如果点 Coco 的呢，是680。黄元新会是1公斤550。他应该是专业的购鱼达人。看他挑鱼的过程，做到了望闻问切，看得我赞叹不已。他买了吗？他买了。现在已经凌晨4点。
脚步会快快快了，先看大腿在顶啊，顶安格啊，你别不练，别不会不要不靠嘞，不笑嘞，不不会嘞。回到家了，今天是5月4号周六，他们将成为今晚的晚餐。那我先来炖汤，先熬高汤，用洋葱跟苹果打底，接着穿烫洗净血水杂质，我开始炖。接着放入发好的北海道昆布，再放入发好的花菇，不让它继续熬，四发汤鲜味美，香菇昆布排骨汤完成。接下来做雪菜豆腐烧黑喉，先把传统豆腐给煎恰恰，煎好的豆腐。接着香煎黑喉一样煎至金黄酥恰恰，临时买不到雪菜，我自己种好了，就这样子抓一抓，等它出水静置一下，再把水挤掉就好了。朋友们，不好意思，做菜的画面档案毁损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看结果吧。好了，现在是四修个人食堂小小上菜秀。好了，我们的晚餐开始咯，来请坐。哎呀，请上座，请上座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今天是暖场，你七号回美国之后是主场。来，赶快尝！你要先尝哪一个？我先尝这个叫什么？干贝吗？还是那个干贝饭？好，干贝饭。对，一嚼有那个自然的甜出来。嗯，咬得动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越咬越香啊，很好啊。好，换你要展示什么呢？看看这一只，多么的鲜红，多么的漂亮。它是处女裙，哦，好紧张哦，不知道满不满啊，空的，要拍吗？哎，还好哦，还好，那都是膏哦，很那个哦，哦，看似空虚，其实还是满满的哦，哦，对呀、啊，哦，鲜美到不行，真的还假的？好吃好吃，我那时候可能它的饺子很甜，真的甜。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咯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再次谢谢永美鲜鱼店板娘。晚餐我们就在谈笑配美食中进行，朋友们拜拜咯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，让我们在影片中再次相会吧，拜拜。母亲节特产，我在台湾享受了这个母亲节特产。我是暖场哦，赞啊，太棒了，真的暖场的。嗯哼，我回去美国又再吃一餐，这边又吃一餐，哇，我过了两个母亲节，太棒了。嗯、中西不同的风味，对，回美国吃西餐，在这边吃得到这么棒的中餐，你看看，太棒了。